你还有场子，你不是只有一个场子，你有很多场子，来，好，就你专业的来看一下。好，你们水位要再调吗？啊，水位要调低吗？水位要降还是要升？啊？怎么样？低一点点，好，水位低一点点哈，请水位低一点点，谢谢。啊？怎么样？现在？可以的吗？水位可以的吗？低一点点。再低一点点。再低一点点。好，那你要给他们测的那个线。可以的吗？可以的没？这变大了嘞。你们先决定好，不要一下高一下低。对，你们现在觉得现在这个水位可以吗？这个水位可以吗？好，水位再高一点。高一点。水位再高一点。对。不是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测试机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表面。啊？对啊，叫他那边吧。可以开始读书了。好，那那个等一下，因为他们要接那个。没有两颗交流啊？哎，你那个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觉得水位太高吗？还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比赛的队伍，你们有自己测量电流的方式，但是呢，你也要有让比赛单位可以来测的哦，所以你一定要留一个他们可以测量的这个管线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有加，没有负载，没有负载的时候，目前的这个电压是65，对，电压65，超远电机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没有加电压的时，没有加负载的时候。那可以送负载。好，送负载。好，第那个加了负载之后呢，这个电压的部分是。好，一点八好了，平均起来1.8啊。然后这个呢，电流的部分是0.。0.5。0.58。取那个中间值0.58。0.58。对。那你还有另外一个发电机在哪里？啊，那负载把它切掉，负载把它切掉，手不要动。那另外一台的，你的另外一台的中立在哪里接？他整个整合出来啊。两次啊。哦，对啊，你是两个发电机。两次啊，对，那就对。那他已经整出来了，对，整出来串在一起了。对，它串在一起了。它串的，所以电压很高。对，好，那现在你们的成绩，你们。要再调整再测一次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？
你们觉得你们调整完之后会有更好的成绩吗？还是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了？好，水高一点，我们看不要再试一试，水高一点，好，水再高一，水高一点。不准别送，不准别送，别送就上来。对，水高一点呢、哦。到七十的时候再送。还要再高吗？还要再高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水，这样水，这样水流可以吗？这样水位可以吗？可以，现在可以，这样水位可以。重心转，重心。两个动作一样，差不多。有比刚刚好吗？有啊，水量暴露更好啊。有嘛？有，我是说他现在加了负压之后，好，加了负压。前面有负压多少？现在油电压是二点五。2.5。电流是0.7。好，电压是2.5，电流是0.75。好，0.75。电压2.5，电流0.75。对，水量增加的时候。水量增加的时候，对。OK， 那就这样子了哈、哦。那个高。